要看，先拿他一个大腰带吧，啊，随便拿，都可以。这把是三麦格啊，加血的。这个宠物有点捞。钱。地狱火召唤也可以。召唤也挺厉害，在前期啊。地火光，耶，我靠，怎么被挤了？地火这个光。海洋啊，现在还没抽出阶段来。前三轮无所谓啊，前三轮无所谓。玩一把六地狱火山召唤，看吧，这个要看看牌怎么来，知道吧？哎，看牌怎么来。暴击全套，这个是伏击之爪啊，伏击之爪。地狱火，三地狱火了，啊不不不，不是三地狱火，两地狱火，两地狱火是没羁绊的啊。森林要拿，森林在前面比较强，但他看来不来啊？掠食者也可以，守护也，守护不咋地啊，一般般。加血的给他吧。他这个加血的放在前面，我只能给坦克啊。维鲁斯厉害，嗯，维鲁斯还可以。大腰带，这个东西太老了，太老了啊！看来我这把地狱火有点厉害的啊，三地狱火了，那我们把给他啊，给他。这个召唤的话呢，现在要把它卖了，卖了，卖了，上个人口，两召唤啊，两召唤，大腰带，大腰带，我现在已经有伏击之爪和狂徒或者灵风了，这个掠食的话基本上是不考虑了，海洋守护可以留一手，森林的话应该也是不考虑了，狂战士肯定是不考虑的啊，双海洋可以留一留。因为现在不卡经济，哎，他怎么就两个？啊，他没钱，他是二星的鳄鱼，那肯定打不过我啊！我这把前期就目前来看的运气还可以啊，再来个召唤的话，我们就糊了啊！地狱火召唤就糊了，游侠买了啊，游侠买了，那我下一波最好是上召唤。但现在海洋，海洋，海洋，这几个海洋肯定是不能上了啊！九块，九块可以卖，九块可以卖。狂徒可以出啊，可以出，我看看能不能打得过。打不过就出，安妮，安妮现在没有啊，太早了，三个，四打三，没问题，可以不出，下一波升人口的话，应该是上他啊。上游侠，好，小声一声。
看一下我们的装备都会拿什么啊。如果出狂徒的话，可以拿一个大棒，出个离子火花过渡一下。地狱火这个召唤又来了，上这个是双游侠，我知道啊，但这个装备就没了，知道吧？装备一个大腰带，一个大腰带抵不抵你游侠的这个属性呢？其实哎，可以抵的啊，所以即使少个击败，我们还是把这个大腰带挂上去。你不能把它卖了，卖的话也不太好啊，卖的话你这个你看已经两个了，很伤的啊。森林走了，这两个随时会卖的。感谢卡卡西送上的飞机，谢谢卡卡西。这一波好像有点啊，还行啊，这几个技能放出来的话就稳了啊。维鲁斯的伤害高的哈、啊、维鲁斯伤害225，哟削了不少啊，削了不少。上个版本的维鲁斯一级的伤害是300。好，我们看看有没有要的英雄。有一个地狱火，但这个我已经二星了，带的是护甲，好像没什么要的啊。啊，既然没有的话，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个窃贼手套。窃贼手套的话呢，也不错啊，也不错。离子火花也行，也行。啊，大腰带。啊，那我们拿离子火花啊，或者鬼书也可以啊。哎，鬼书的话，你给到这个维鲁斯收益也不是那么大。我们选择离子火花啊，离子火花，离子火花。这个大腰带的话，伏击之爪会更好一点。没有什么好上，没有什么好买的，上个双游侠，少一个召唤啊，少一个召唤，少一个召唤，没有前排，现在一个戴安娜，戴安娜还是刺客，有点脆啊。伏击之爪，只要发现强度不够就上伏击之爪啊，像这个强度我们是打得过的。有离子火花在，这个二星皎月切后排比较猛。连胜啊，连胜！好，这个升到二星了，这升到二星就比较舒服了啊。它是召唤，它会召唤出这个爬爬虫，爬爬虫呢是。能招三个，所以大腰带你给他出，也就伏击之爪会好一点。我先不着急啊，先不着急。28块，28块的话把它卖掉啊，凑个29块，这把必赢。30块上伏击之爪，为了确保胜利啊。啊，这个好像给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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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了啊！好，30块的利息，加五连胜啊，非常好。急需要一个召唤，好，来了一个召唤。这就非常棒了啊，非常棒了，这就厉害了，三召唤就厉害了。双游侠可以先不要了啊，双游侠不要了。现在影和沙漠可以凑一下，影和沙漠可以凑一下，最好给我报个3块钱啊。刚才有先决吗？哦，刚才有先决，对，我没买，因为我的这个利息，其
其实不买也行啊，无所谓的，一个千珏倒还好啊。你看来了，嘿嘿嘿嘿，还好不是那么伤啊，没有也不是那么伤，有的话也行啊。这波上一个地狱火加游侠，地狱火四个没用啊，三个来了一个维鲁斯，五连胜，五连胜，我们为了确保连胜可以上啊，养他，养他。站位好僵硬，站位有点僵硬。哎，有想卖了啊，有想卖了。四地火三召唤双游侠啊，装备给早了都是失败的伏笔啊。这位同学说这个装备给早了就会导致你失败，对吧？哎，你说的呢是装备他一块钱，一块钱，我想把它卖了，算了吧，这一块算了，这一块不追了。嗯，装备要给啊，装备要给38块，38块，沙漠，下一波人口上沙漠。我们现在的强度可以稍微存几件装备啊，这是根据你强度来的。如果你强度不够的话，你存装备那不是，那是会输得很难看啊。你不要想就是装备存着，不可以的。好，39块，这每一轮都卡我一块钱，我好烦啊。好在我七连胜比较舒服。前两把我跟你讲是运气不太好的，后面啊，所以呢它会导致我第七第八，但这把我跟你讲毕竟前二啊，你从这个黑子就能看出来的。我上把我跟你讲了，他那个装备给的非常难受啊，加上后面牌给的不太好，但这把是没问题的。这把搞个前二吃个分进前四，其实这个游戏进前四就算是赢了啊。维鲁斯一箭射死啊，非常好，被血入48块。前二你开皇帝，前二你开皇帝可以，这里有个召唤带的是攻速，我们有个大腰带，我们有个大腰带，大腰带没东西了。哎呀，那我们只能拿攻速了。哎，四召唤，先是四召唤，四召唤，我想一下啊，四召唤。这一波生人口没有什么提升，我们吃一手利息。啊，吃一手利息。四地狱火，这
这个时候是不急啊，不急。这个，这主要是为了英雄，不是为了他这个攻速。攻速没什么用啊。等会我们如果嫖到一个希维尔或者螳螂啊，就可以上双沙漠了。他这个人只能配光。好，吊打啊，我们现在战斗力比较强的。来了一个召唤加地狱火啊，非常的好。我们可以升个人口，五地狱火，四召唤啊，五地狱火，四召唤。行，继续吃利息啊，我们现在九连胜，这波只能吃四块钱利息了。七人口的时候给了个安妮，我们现在可以考虑养安妮了。后面来召唤就上三地狱火啊。如果来地狱火就玩三召唤啊。现在非常的无情啊，非常的无情，十连胜。好，我们这一波狼打完就拉八啊，速八打法。这一波没有嫖到牌，我们这个可以给安妮搞个鬼书啦啊，什么啊，现装备啊都要给安妮了。50块钱用利息慢慢拉八，嗯，这位同学考虑的非常的好啊，就觉得我们现在呢不是不可以，也可以啊，但是呢我们速拉八保连胜不说啊，重点是把别人给打死，你懂我意思，打死。哦，给了一个复活甲啊，地狱火，地狱火直接拉八啊，直接拉八的目的是把他打死。六地狱火，六地狱火，但是这个装备呢给的我是相当的僵硬啊，那我们呢就考虑先给一个绿叉，给一个狂徒，知道吧，哎，因为我们缺少前排，现在开始养他算了吧，站这个位置吧，不然马尔扎会被切。好，我们现在是四召唤了，四召唤六地狱火，下一个召唤现在很无情啊，很无情，拉八是要拉的，因为你拉八的话他能给到你高费卡啊，高费卡。维鲁斯不着急卖，我们如果要选择卖维鲁斯的话呢，一定是他这两个人随便哪个到二星才能考虑啊，否则不考虑。我们下这一轮可以考虑抢一个女神之力，搞个青龙刀给火男啊，养火男。维鲁斯现在是不能卖的啊，不能卖的。现在是六地火，六地火的属这个击败效果呢，是放技能的时候呢会起到一个燃烧效果啊，五秒里面呢造成该技能的一部分伤害，175%，烧得他很痛。我们后面如果能够拿到地狱火的转职的话呢，可以考虑玩一手炼金，把炼金变成地狱火啊，满地图全是火啊，烧得他们非常的痛。现在很无情啊，非常的无情。
修二现在没用了啊，现在没用了。好，地狱火，地狱火加召唤啊，安妮是非常好的。我们现在连胜可以考虑去找一个刷一下，刷一个安妮或者他二星火男的啊，我们刷一下，确保连胜啊，确保连胜，把这两个主 C 啊，要看看能不能找到。好，找到一个，找到一个。那么这个召唤，可以不追了。我们是先六地火的啊，这个光召唤，这个是沙漠，沙漠召唤啊，这个卖掉一个就好，抽20块钱利息，把这个安妮找到二星是比较重要的啊，不然的话我可能会连胜败掉。而且这波的安妮二星战斗力大幅度提升，能够把别人打懵啊，打懵。而且我火男也是地到了一个，嫖到一个，地到一个，我现在可以考虑给火男准备装备，因为我现在这个大剑呢不太好给安妮啊，青龙刀给他没什么意义，所以我们考虑来一个拉夫啊。没有，没有的话那就很简单，我们拿复活甲啊，就不给后排给装备了，不给后排装备了啊，给前排装备。卡了吗？什么东西卡了？断网了。嗯，现在卡吗？好了吧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沙漠召唤不找了啊，现在再吃一手利息，下一轮可以适当找一下，找一个这个牧魂人，或者呢找一个这个火男啊，我们可以把维鲁斯卖掉了。我们现在后排输出是够的，所以前排我给他配了一个复活甲啊，让他够顶，不然前排一死我后面全是脆皮。也可以考虑把这个马尔扎哈给他卖掉啊，马尔扎哈给卖掉，就把这个光，他这个明显是光洁装备啊，光洁的装备，但是他活不了，会被打死的啊，他活不了的，现在已经承受不起了。好，来一个安妮，安妮我们可追啊，第一手，再第一手，这个不要啊，再第一手啊，这个可以升了，这个维鲁斯可以升啊，再第一手，召唤，这个劫拿了啊，劫不给，劫不放，再第一手，好，这个地道就行了啊，我们主要目的是为了地这个，这个劫呢，我们马上换他。啊，劫马上换他，影召唤就不要了，换一个他，下个召唤上这个不太好上，不太好下，啊，很无情，这两个卖掉啊，这两个可以淘汰了。看看这轮装备报什么，他这个装备是给杰的啊，给杰的。维鲁斯可卖啊，维鲁斯可卖，等我火男二星就卖，或者什么，或者这个杰二星我们就卖啊。沙发黄不要了，沙发黄不要，我们这波也可以考虑拉九啊，拉九上一个三雷霆，搞个雷霆阵，大元素使配合二星的这个劫，但是以
现在第二名第三名的血量来看的话，我们没必要拉久了啊，可以直接在八人后把他们打死，直接就开地。但开地如果地不到就亏大了，对吧？又给了一个这个装备啊。好，安妮追三，那我们就直接不拉久了啊，就直接可以考虑 all in 了啊，走。好，走走，现在找杰啊，找杰，雷霆留着，顺便找一下安妮啊，顺便找一下安妮，火男不追了啊，火男追不起了，火男是追不起的。好，杰找到一个，这个是追不起的啊。雷霆的话不追了，安妮追，杰追啊。截追维鲁斯不卖，维鲁等截什么时候升二，维鲁斯什么时候卖掉啊？我们二星维鲁斯已经给他准备好了。好，我们就开始低了，我们现在 all in 了，这会让对手吃不消的啊，吃不消的。那我必须得找到截，找不到截会很难受。我们这把不拉久了啊，他们撑不到久的，没必要拉久。找到杰或者找到大元素石，或者找到三星安妮，都游戏结束啊。好，没找到，运气并不是很好啊。下一波上了，下一波上了啊，也没钱了，不等了。这个马尔扎哈可以走了，因为哦，这个人光杰糊了，他找到了杰了，这就有点危险了呀，那这就很难了，他居然胡牌了，他居然搞到杰了，这让我很难受。我的连胜败了啊，败了一把。好，再低一下，劫没找到啊，没找到。好，我们现在找一下这个劫安妮也没了嘛，安妮也没了，安妮也不来了。三刺客上不了的啊，我除非把什么呀，把那个木魂人卖的啊，木魂人卖了呢，装备可以给木魂人卖了上一个刺客啊。现在是还不到时候，还不到时候，看看有没有转职器，这里有个地狱火，那挺好啊，或者拿刺客也挺好，刺客和这个都可以拿。那我们就拿刺客吧啊，拿刺客三次。他的装备没必要拿了，嗯，我们这个阵容缺前排。现在我需要找的是，我看看把谁变刺客，把他变刺客。啊，现在来一个安妮或者来一个杰，就结束啊。杰，还差一个安妮一个姐，如果这把有两个豆豆啊就厉害了。现在二星姐很重要，但是我80多滴血完全是有资格去追这个姐的。
坚决打输出啊，我们不靠坚决打输出啊，我们不靠坚决打输出。先存一下，存一下钱啊，存一下力气。这个光洁厉害的，他这把运气好，他这把是什么？他运气好，搞到了二星劫。其实我钱比他多，我也一直在找，但他先找到的啊，所以这把呢，而且他这个装备配的也是非常好的啊。但是那种方法是不对的，那种方法你不来牌你就完蛋了，你知道吧？来牌你就虎啊，那还可以，但这种来牌的几率不够，不行的啊，太低了，就比较赌，可以说比较赌。但一旦来了，你看我就会被，我就会很烦了，很头疼了。但我血多啊，我血多，我的一星劫就太捞了，太捞了。他这个劫一分就分出来很多，我没办法啊，我没办法。但是他打我并不痛啊，他就是一滴血啊，一个英雄而已。我把拉到二星劫和三星安妮，他也是输啊，所以没什么用了、啊。银血，那给他吧。银血给他。我们如果搞一个拉克斯，雷霆拉克斯，我们就把掘墓给卖掉。我们现在还是有变动的啊，还是可以变动的。很可惜，我这个装备呢都是肉装。没有什么。哦，安妮来了哈、啊、终于来了，终于来了。好，我们来找一下啊，找一下杰。那、哎、其实没必要啊，没必要，等他们两个阵亡一个的时候我们再去找。三星的安妮，哎，我这个宠物在干什么？他在干什么？我、哦、不管他啊，我现在三星安妮可惜没装备啊，没装备。如果把杰的装备全部拿下来给他，其实也还不错啊。但现在没必要这么搞，因为我追到二星的杰也挺好，就差一个了。好，这个炼金烧的我没有蓝放大，够了。好，安妮出个大熊，这个大熊给力的 T-Boss 三星安妮。虽然他赢了，但是无所谓啊，血多，血多。现在有钱可以追劫，继续嫖啊，继续嫖，嫖到他们只剩下一个的时候，我们再打，啊，再打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安妮放这个位置。没事啊，没事，给他加点血。影响不大。现在如果真不行我们就上九啊，就上九。这安妮是没装备的啊，没装备的。没有法师装，如果有法师装的话，我会果断卖掉我的英雄给他配装备。他这个赢我也无所谓啊，一个人口而已，一个人口而已，更何况他这把赢不了啊。我打的是这个幻象，给他们两个先淘汰一个啊，淘汰一个，继续吃力气。这可以追一下，可以追一下，因为等会刷的时候说不定能够刷一个三星的，他有装备啊。维鲁斯三星啊，没必要，没必要。
安妮转法师会不会叫两只熊？会的啊，安妮如果转法师的话，他放两个啊，两只大熊，很厉害。好，打这个光洁了，天狐光洁有点猛，他结分身了，一旦分身出来一个，我这边就难搞了，啊，难搞了。这波掉的有点多，这波他后排都没死，拿个装备，现在给安妮找个装备，但是并没有安妮的装备，我很难受。我们有没有闪现呢？没有，这个救赎他想要，我先不着急拿，我先，哦，我心碎了，我心碎了。装备刷，哎，我怎么拿的是这个呢？我怎么拿的是这个呢？我拿基地的呀，哎呀，我拿基地的呀，醉了。如此多的灵魂可以解放。不会吧，啥都不给，哎，有点搞，哎，存这么多钱，哎，有点搞，哎，劫呢，太恶心了吧，就刷这个东西，刷一个这个东西啊，重来，不是，我们拿极地是有想法的啊，是有想法的，拿极地的话是有想法的，把给他，哎，我刚才在犹豫，我在想到底是拿分裂还是拿极地。给他的话呢，这个可以换大元素石，或者换一个这个基地，换个奥拉夫，把这个装备给他，啊，也是很好的。这太恶心了，这一轮刷太恶心了。不过这个劫终于二星了，终于是等到二星了啊，掉了太多血。光洁有点厉害，他的那个分身能够继承他的那个东西，你看他活到现在，他从15滴血锁血打到现在全胜，知道吧，哎，这个毒瘤劫啊，毒瘤劫要学，要学，不学不行，毒瘤啊，我也搞个劫啊，我也搞个劫，我也二星了啊，二星了，我们再把这个千劫追到三星，反伤奖，我们现在啊和他皇城 PK 了，要研究一下他的阵型，击败站位啊，他是光，我有一个反伤甲，这反伤甲的话给安妮，我们把他找到现在呢，可以找一下他了啊，找到一个，再找一个，找这个，好，我们看一下对方的阵容啊，把拉过来给他打我绿叉的木魂人啊，绿叉木魂人他会难受很多，
他分身会变得晚一点啊，他会丢失。我一个木魂人拖他四五个，右边的话就可以输出。我的劫呢也在不停的分身，他有个二星的大元素使啊，炸了我不少血。打成这种局面的话，我应该是输了，因为他这个光劫一旦分身出来，我是没办法的。所以现在想要赢他，我们得使怪招，但是我现在的经济不允许我使怪招，怎么办呢？28滴血，先把他递到三星再讲。好，这个时候有没有怪招可以使？他的大元素使被保护的非常好啊，我们这一波站这里，这个站这里拉过来，哎，这样的话两个刺客从左侧切入，然后木魂人继续吸引劫的火力，有绿叉让他丢失，让他慢慢分身。这边的话切到了拉克斯了啊，这是我们站位，这样让拉克斯早一点倒下。好，这个时候我的劫被沉默了，有点恶心。我的分身出来也没有用了，太晚了。好，明显这个劫是这个版本的毒瘤啊，毒瘤没办法。即使我的站位非常的合理，操作非常的细腻，运营非常的到位，但没有用啊，敌不过毒瘤。大元素使水晶，大元素使水晶，我们思考一下，大元素使水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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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暂时要不起啊。我要换掉三地狱火，但是现在的经济已经没有办法换了。啊，毒瘤，很烦。就这种装备的劫，而且他这把很早的就把，他其实，在开始我已经观察了他的装备，他那个时候没有劫的时候是血量已经快没了，知道吧？但是呢，后面搞了一个二星劫，就直接全部连胜。